你个没教养的东西，过来给你奶奶跪下道歉！我不跪，跪下！我没有做错事，我为什么要跪？跪下！我来跪！我来跪！都是我的错，我来跪！妈，都是我的错，我女儿是大学生，她不能跪，我来跪。 妈，我想去上学，等我挣了钱，我就回来把你接走。我们以后就不用过这种日子了。上，当然要上了。我们家阿刁一直最懂事了。阿刁，你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你下个月就可以去念大学了。真的？可是爸跟奶奶是不会让我去上学的。 不怕他们不拿钱，你爸的赔偿金，妈都偷偷给你存起来了，应该够上大学的钱了。可是之前你不是说赔偿金都用完了吗？那毕竟是你妈拿命换来的钱，就算他们打死我，妈也不会把你爸的赔偿金给他们。别想那么多，吃饭。哎，大师，这个酒啊，咱们一会儿再喝啊。这有个正事找你商量。 您说，阿刁是不是考上大学了？啊，对对对对对，反正他都不是你亲生丫头，要不就把他那个名额呀，让给我们家佳琪。把这个大学的名额让给我们家佳琪，凡事啊都能商量啊。您放心，这事儿保证给您办好。那我以后就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了。<笑> 对了，爸，嗯，那刁秋雨不会出去乱说什么吧？万一对我影响不好。哎，我的闺女啊，没有什么影响好不好？那个阿刁的出路啊，其实我都想好了。什么出路啊？哎呀，听我把话说完呢。你看啊，我这个儿子这傻不愣登的，要不让阿刁到我们家来当个儿媳妇，怎么样？<笑>那可真是便宜的死丫头了。 大志啊，你是怎么想的？这个，哎，好多事儿，我觉得都能商量，是吧？<笑>行，没问题。小丫头片子，随你处置。什么叫随我处置？<笑>从今儿起啊，我们俩就是亲家了。来，跟进家喝一个。来来来，喝一个走。来来来来，干了。来来来来，你就别喝了，吃饭吧。 来来来，阿刁，吃饭了。阿刁，来，奶奶给你烧了鸡腿，快尝尝。黄鼠狼给鸡拜年，不安好心，他们又在算计什么？让你吃你就吃，皮又痒了是不是？快吃，吃吧，啊，吃吧。 阿刁啊，奶奶给你找个好人家，你就不用上大学了。您陆叔家有钱，有钱你命硬，这两天啊就把事儿定了啊。哎，这孩子，媳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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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死丫头，赶紧把门打开。 这件事儿你不答应也得答应。杨秋雨，你赶紧给我出来！妈妈，你疼吗？我感觉没有疼，救我！好，你不出来是吧？你给我出来！你给我出来！媳妇，我先得回家。啊！疼，媳妇，疼，媳妇，疼！你别过来。 只要你不动，我就不会跑的。有娃娃，你和阿刁要是有了娃，这阿刁再也跑不了了。娃娃，奶奶说有娃娃。<笑>
媳妇儿就不会跑了，媳妇儿，媳妇儿，呱呱，你跟阿娇有了娃，阿娇他就跑不了了。阿娇，干什么呢？阿娇，阿娇在给呱呱做媳妇儿呢，不可能，亲妈都没同意，你们谁也做不了我女儿的主。阿娇，啊，这么久了。 这事儿成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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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都给我等着！哎呦，儿子，没事，陆家的彩礼我已经收了，刁秋雨必须嫁，也不怕告诉你们。 他的大学名额已经卖给陆家的女儿，他这辈子都上不了大学。你们母女就是烂泥里的贱命，你明白了吗？妈，求你们放过阿娇吧！你们对我做什么都可以，放过阿娇，让她去上大学，让她去念大学。你这个贱蹄子，带着个赔钱货！ 嫁到我陶家，你霍霍我家多少钱？多少粮食？我儿子要点彩礼钱，怎么了？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拿掉给你叔，这拿掉给叔的钱！你个贱蹄子，你还敢偷钱？我打死你！那是我爸爸的赔偿金，我们没有拿你们的东西！二蹄子！ 偷钱！给我！这是我娶媳妇的钱！贱蹄子，打死你个赔钱货！我上学的钱，我绝不会给你们！大志，你还管不管你这媳妇儿？偷我家的钱就是打死她，也是应该的！过来！我求你放过我！救救你！老子起来！ 你管别人家的事儿，滚回来！谁也帮不了你什么，下这么大的雨，你把伞拿着，你这个小事本也要注意啊！来，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管他们家的事儿，滚回来！你在干什么？我还没有死，我已经醒了，快给他擦药，快带我妈去医院啊！想得美，去医院。 还得劳子花钱，我上他为了你这个小野种忤逆我，打死也活该。你明明说过要给他一个家的，这就是你给他的家吗？大志，喝点水。大志，谢谢你啊，要不是你，我这地里的活都干不完了。哎，客气什么？看我有的是力气。<笑>大志，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的心意我领了。 佩玲，只要你愿意，我们一起撑起这个家，给阿刁一个完整的家庭，好吗？妈，妈，大师。 既然你们不给我们母女留活路，那就一起死！阿娇，妈，我们去医院。快跑！妈，一家父子都是马上的。
阿娇，替妈妈好好活着。妈，妈，妈，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求求你们了，奶奶。花眼狼，敢动老子！ 当初就不该让你这个拖油瓶进我们家门，当初是看在你妈的份上，臭娘们居然把我老娘打成了瘫痪，判她20年都轻的，她该被判死刑。伤的不是头吗？怎么会瘫痪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讹你了吗？谁知道给我妈哪根筋打坏了？你和你妈都是白眼狼，魔鬼！你克死了你的爹，又来我们家讨债。 我们讨价到底犯了什么错呀？竟然收留你们这两个丧门星啊！不是这样子，我妈难道是为了保护我？她不是故意的，我求求你们原谅我妈，我妈身体不好，不要让她坐牢，不要让她坐牢也行，30万，只要能拿出30万，我就钱谅解书。30万？我告诉你。 如果你拿不出来钱，我不会让我乃千谅解书的，那就让你那个贱种妈死在牢里吧！我给，我一定给，我求求你们放过我妈吧！小贱蹄子，口气还不小，你知道这30万是多少钱吗？你拿什么来赔？只要你们答应放过我妈，无论怎么样，这个钱我一定会给的。赔钱。 老实点儿，走。没有了我跟陶家的阻拦，我的阿雕就能念书。他现在应该在飞机上。怎么又是你啊？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抽太多次了，不能再抽了。医生，你就多抽我的血吧，我真的急需用钱，求求你，求求你了，求求你。 这一大片全给我拖走！小心！你没事吧？我没事。谢谢你救了我。我没有在救你，我是在救我自己。 如果爸爸还在的话，我们一家三口一定会很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吧。凌晨，你没事吧？没事说，他叫刁秋雨。刁秋，是谁？假的吧？还给我！哟，这不是高材生的奖状吗？这不是满大街五毛一张红小孩的吗？你们凭什么拿我东写？隔壁工地有个你们村的，人家啥都说了，你有个不要脸的妈，打伤了自己的婆婆跟男人，还进去坐牢了。 有个这样坐牢的妈，你还在装什么清高啊？你们在干什么？我们在跟新员工闹着玩呢。怎么每次遇见你，都遇到这么多麻烦？阿刁，我们是来看望你的，我是小陈的叔叔，你这是遇到麻烦了？一点小误会而已。 以后遇到困难可以联系我，小刘啊，我们集团不是有员工公寓吗？给这位小姑娘安排一下。是，叶总。小陈，走了。叶凌晨。 奶奶，你不是瘫痪了吗？是又怎么样？你那个该死的娘，她打婆婆打丈夫，就该死在牢狱里。你们合起伙来骗我？你不是拿钱来换你妈妈？钱呢？没有钱，我可不能签这个谅解书啊。好姐姐，你这个包里的钱是给奶奶的吗？拿来给我。
咱们还是一家人。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妈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你看看你这赔钱货的样，我们能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你那该死的娘还想让我们烧钱供你上学，你别做梦了。就你妈那个臭娘们把你这个赔钱货带到我们家白吃白喝，我没和她离婚她就该感恩戴德了。你啊，乖乖的把钱交出来，然后呢嫁给那个陆呱呱。我会劝奶奶的，让奶奶把谅解书签放得出来。你们这群畜生，既然你们不想让我妈活了，那就都别活了。大家一起下地狱吧，一起下地狱吧。救命啊！我要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奶奶，爹，你们快救救我呀！我可是陶家的独子啊，快救救我呀！阿娇，咱可是自己家人啊，你可不能动真格的。快，把斧子给爸爸！天子，我现在就杀了他！去去去，快去啊，奶奶！我过去。爹。我签，快快快，奶奶快签。给，打，过来，我叫你杀我，我叫你欺负我，叫你欺负我，叫你欺负我，住手，过来。这小骚蹄子不知道攀上了哪家的高手，这半个月就赚了20000块钱。我给你们写欠条，30万，我分期还给你们。我求你们把谅解书给我，好不好？30万，分期可不够。哦，对，这陆家的事情也该有个了断了。我可以不上学，也可以嫁到陆家，但我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但我要你答应我一个要求。说。我要你跟我妈离婚，给她自由。找死！我不知道你们从陆家收了多少彩礼，我也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打算，但是我死你们什么都得不到。我可以答应你，但求你放了我妈。阿刁，你奶奶他们怎么会同意给妈写谅解书？他们该不会又逼你做了什么吧？他们有没有欺负你？没有啊，那不是阿刁和他妈妈。哎，我听说阿刁在工地打工呢。妈，你想多了，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哎，这是工地，闲人免进。大哥，您看看这个娃娃在这儿工作吗？哦，刁秋雨啊，在那边。阿刁，妈。妈，你为什么会在这儿？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大学吗？妈，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啊？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只想活下去，我不想再看着你为我操劳受累了。妈可以受苦，但我女儿不行，你要上大学啊。妈，我都想好了，等我赚了钱还给他们，我没有放弃，我还会回去读书。妈，妈，小孩子，亲家，那家伙终于松口了。
咱找个时间把婚礼给办了。嗯、爸，我们才不认那个小骚蹄子当我的嫂子呢。嗯，他上次还把我哥给打伤了。你说这女人呢、啊、就像面一样，该揉揉该打打，这样女人才会听话。你能耐，岳佩玲上次还把你和你妈打。我觉得我们家这闺女说的没错，这种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女人可不敢让她进我们家门呢。对了大志，回头把钱还了啊。这你们什么意思啊？彩礼钱我们可不退。阿生，说实话，我是不太计较这东西。哎、对对对，哎，问你们个人认识吧？啊，刘富贵，刘五爷，听过没？咱们省的那个建筑家刘首富，跟他们也什么关系都没有啊？人家大老板能看上我们乡下土妞？人当然没看上，但是看上了他另外一样。是啥呀？坐下，看上他的心脏，啥意思啊？哎，刘富贵不是有个宝贝闺女吗？先天性心脏病，必须得医治，不然就活不了几天。这丫头之前去卖血，医院打电话，他们俩血型配。刘总说了，只要这事儿能成，花重金。陆叔，这生意可是犯法的呀。哎，没事，我知道犯法。大志啊，你什么意见呀？得加钱。好，加钱，加。哎呦！这个小贱蹄子，他把我撞倒了，他跑了，快来人呐！妈，娘，快来人！你这是怎么了？他跑了！你说谁把你撞倒了？就是那个岳佩玲啊，把我撞倒！哎呦，疼死我了！你们两个把他扶进去，大师，你们俩跟我来。哎呀，阿婷，阿婷，哎呀！阿婷，妈，怎么了？快点搬走，等他治个鹿鸣，都要卖你的心脏。什么卖我心脏？来不及解释了，走啊！在那儿呢，站住！别跑！妈，妈，妈，死你这个畜生！我跟你拼了！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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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把这个给他堵上！过来，张嘴！快给他套上，快套上！臭婊子，别以为你出来你打我妈的身子就算了！陶大志，你个畜生，你敢动我女儿试试？臭娘们，她能救刘小姐的命是她的荣幸，容不得你在这撒野！放开我，你个畜生！臭婊子，一百万，一百万呐、啊！我可是村里多少人打工多少年才能赚到的！我打死你！告诉你，以后这一日不下来，你就是老子的婆娘！大志，你不得好死！等老子有钱了，你就再给老子生几个儿子！你走天良的！你走、啊！站住！拿回来！阿爹、啊！你个愣子，怎么开始上车呀？那个贱女人跳楼了，怎么办？行了，别管她了，赶紧走啊！妈！妈！妈！冷静，阿娇，你冷静，阿娇，阿娇，冷静。你是李叔叔？对，阿娇，你的事情我全部知道了，你现在很安全啊。我妈妈呢？先别管，先别管你妈妈，先躺下。我妈妈呢？你妈妈？我妈妈怎么了？妈妈？我妈妈呢？
你妈妈去世了。阿娇，阿娇，你现在需要冷静。你妈妈虽然去世了，但不代表你在这世上就无依无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女儿。我是展瑞集团的副总裁，我会照顾好你，我一定会把你培养成才。我很感谢您的帮助，也谢谢您的好意，但是我现在要去找我妈妈，她一定在等我。阿娇，阿娇。那小贱人掉下去了，你掉了就掉了吧，行了，别管他了，赶紧走吧。阿娇，叶总，这丫头浑身是伤，心上叠旧伤，还有绳索的勒痕，看着不只是车祸伤。快救人，先送医院。是。他们两人的情况怎么样？两个人受的刺激都很大，刁秋雨现在情况还算稳定，但是岳佩玲的情况可能不太好。不仅容颜尽毁，还很有可能导致双目失明。最近老是碰到这个小丫头，难道真的有什么缘分吗？方大师曾经跟我说过，我这辈子肯定会收一个干女儿，难道就是阿娇？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们。叶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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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单独跟你聊聊吗？好。阿娇，你回来干什么呀？干什么？我得回家。现在陶家正在到处找你，竟然还提了一个什么玄神，你这时候回来岂不是白白送死？可是我要回家找我妈妈。现在全村都传开了，你妈妈，你妈妈她没了。我妈没了。孩子，这是你妈妈之前托我儿子带出去修的项链，现在修好了，现在他也拿不到，你就当个念想，好好的收着。但是你要听姐的话，千万不要回去送死，记住，一定要好好的活着。我求你放我进去，阿姨，你走吧。叶先生，阿娇，放开，阿娇，你怎么来了？叶叔叔，我求您收我做您的义女。阿娇啊，起来。阿娇啊，你等一下。爸，这几年经过你的打理，我们集团的生意是蒸蒸日上，你可谓是劳苦功高。爸，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这都是应该的。爸爸有件事要告诉你。嗯。是关于你妈妈。我妈？我妈？你妈妈她还活着。十年前。叶先生，我求求你，求求我的阿娇吧。你先起来啊。不要。叶先生，
他们想要我家阿刁的心脏，他们要害死我的阿刁，我实在没有办法了。现在能救他的只有你了，求求你，叶先生，我知道你一直想收养一个义女，我家阿刁是个好姑娘，可惜还有我这么个没用的娘。我现在眼睛瞎了，我不想再拖累他了。那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个老公，很早就死了。你妈妈为了让你心甘情愿地逃离陶家和刘富贵的魔爪，不得不让我对外散布他去世的消息。所有人骗我十年，你们所有人骗了我十年，所有人骗了我十年。我妈她抛弃了我十年。阿刁，你可以怪爸爸，也可以恨爸爸，但是你千万不要怨你妈妈。你妈妈甘愿隐姓埋名地消失在这个世上，也要保你周全。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你要知道，这十年她一个人孤独地想了你十年。感谢呀爸。时光从来不说我要回国，你不得绳索终将变成翅膀。去吧孩子，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不管你有任何打算，但是你要记住，你是我叶振华的女儿，国内所有的势力全部听从你的调遣。好久不见了。怎么还亲自来接我？挺意外吧。凌晨，我拜托你帮我查我妈妈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陶家一直宣称你们母女出了意外事故，我也通过各种渠道没有找到阿姨，最近得到了一丝线索，她好像被陆家和陶家控制起来做了血包。血包，果然是陆家和陶家能做出的事情。恭迎大小姐回国。妈妈，我回来了，这次换我来守护你。好你个给脸不要脸的丑八怪，让你吃了居然还不知好歹。小姐，我真的吃不下了。给我吃，不把你养得肥肥的，怎么去给刘五爷的女儿当血包啊？啊！我告诉你，就你那个贱种女，别以为我们不知道她在哪儿。如果你不乖乖，我会一刀一刀剜了她的心脏。你一辈子都得给我们陆家当牛做马，你以为你逃得掉吗？我吃，我吃。吃啊！给我死活不吃啊！陆明德不清楚用了什么手段靠上了刘富贵刘五爷，这几年开公司做生意风生水起。陆佳琪虽然在念大学，但成绩没毕业就被陶晚生哄着结了婚，成了陆家的女婿。这陶家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恨不得把他供起来，就为了多拿学校。没想到他们两个居然在一起，也是从小就一起做坏事的恶臭组合，更像配。只是这一次嘛，给我安排一场宴会，以叶家小姐回国的名义，给各大名流世家发邀请，特别是这个陆家，我要会会这个陆家琪。我的爱娘在哪？你让我听听他的声音。妈，
我要喝酸奶，帮我打开吗？好，妈妈给你看。喝吧。快！你们干什么？阿姨，不好意思，是我的人不好。您没事吧？我没事。您看起来有点虚弱，是不是生病了？只是有点低血糖。托尼，带这个阿姨先去吃点东西。是，大小姐。今晚的宴会一定会非常火，他能邀请我们去，一定是想跟我们合作。一定要成为今天晚上最漂亮的那个人，到哪都是主角。当然啦，姐姐永远都是焦点，到时候呀，你肯定会把全场的眼光都吸引过来的。我还听说那个刚回国的女生，人长得就漂亮，然后工作能力也非常好。哟，陶万生，你居然敢当着我姐姐的面夸其他女人。姐姐，姐姐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觉得我们如果跟她攀上关系的话，他们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好处。姐姐别担心了，那可是叶家大小姐，怎么可能会看上这个窝囊废呀？叶家难道是我的阿娇？他会来吗？你个又瞎又丑的废物，信不信我今天就撕掉你的鞋？叶天帝，不论发生什么，你阿爹都得撑下去。要不是你的血还有点价值，我早把你丢出去喂狗了。姐姐，别管他了，今天晚上可是我们俩的好机会，叶小姐的事情可比他重要多了。你说的是，不过不管叶家大小姐有多优秀，她也只不过是个人罢了。今晚的主角定是我。怎么样，这款衣服好看吧？当然了，我这可是意大利著名设计师专门托运回来的。你是谁家的女伴？我不是谁的女伴。哟，那看来是一个想攀高枝的小野鸡了。看你浑身上下加起来不到200块的穷酸样子，也配出现在这种场合？保安，把他给我丢出去。女士，请问你有邀请函吗？没有，我是小骚货，不过有几分姿色就想勾引你。这种乡下土妞，活在烂泥里才是你的宿。姐姐，怎么了？一个小男人的小骚货碰到这宴会经理发浪呢？这张脸这么眼熟。这张脸似乎有些眼熟。哟，陶晚生，你看看你什么样子呀，一个乡下土妞就把你迷倒了。小骚货勾引我老公，连我的乡下土妞也配上大学？天了，今天我不收拾你，我就不姓陆。陆佳琪果然是你，你想怎么样？林青，放手，这礼物。叶少，你们这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陶万生，陆佳琪，你们今晚已经严重侵犯到了叶家大小姐。叶家大小姐，是我的阿爹吗？是的，她就是我们叶家的珍宝，也是这场宴会的女主角。展锐集团的副总裁叶林庆。原来是他呀，他就是那个人啊，还很漂亮啊。没有听见。来人，把他们给我拖出去。来人，把他们给我拖出去。慢着，你在叶家的家宴上欺辱叶家大小姐，这件事情传出去，我叶家会怎么样？姐姐，叶小姐，我们家琪琪还小，不懂事，您大人有大量，可以吗？跪下，道歉。叶少，
大人有大量，我们愿意道歉。这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妹妹的选择，你们该道歉。你们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陆家和陶家从此以后接入展锐集团的黑名单。琪琪，展锐集团可是现在国内最好的公司了，我们没办法跟他们对着干。还有，我们没有办法跟岳父交代呀。琪琪，琪琪，琪琪。叶小姐，之前是我有眼无珠，冒犯了，还望您大人有大量，以后出去长点眼，不是谁都像我这样好心。叶小姐，之前是我有眼无珠，冒犯了。他来真的呀！够了！是吧？还有你，你是个废物！姐，我你放开我！阿刁，值得吗？你不会懂的，恃强凌弱，以牙还牙，我只是在用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他们。你为了报复他们把自己变得跟他们一样，你到底是在报复他们还是在报复自己啊？刘秋雨，你能不能放过自己？我不能，我没有办法忘记自己受过的委屈，也不能放下因为维护而跳楼失踪的妈。这些所有的事情都真真切切地发生过，凭什么一句放下就掩盖一切？既然你看不上我，那以后就不要管我，我轮不到你来教育，也学不会你的大度。屠龙之日终将会变成恶龙。你不会变成恶龙的，你只是在逞强。阿刁，你可以做一切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但请你记住，你的身边还有我。这么贵的礼服全毁了！贱人，你怎么混进来的？我不知道。我别狡辩了，姐，他就是来看你出丑的。贱人，琪琪，叶家义女回国的消息，岳父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怎么会知道？还有你，我废，你在外面被别人打了，一句话都不敢说，你算什么男人？造孽呀！我怎么把你这个泼妇领进家门呀？我非找你爹理论，哪有女人打男人的脸？你真是没有教养的东西呀！快把这个老妖婆给我赶出去！妈，你做什么呢？人小两口事就别跟他吵。好啊，你们陶家可是靠我爹起来的鸡腿子。哎，怎么还没富起来就反了天了？我这就回去告诉我爹去。哎呦喂，我杀外甥，我老太婆这命，今天这个家有他没我，有我没他。爸，你说我这老太婆命咋这么苦？妈，我们回去吧，走吧，走吧，走吧。哪知你是不是人呐？赶出家门！奶，你真是老糊涂了！你赶紧回家养老吧！你，琪琪，
不是说把刘总那个项目交到我们手里吗？我们有刘总的罩缚，展锐集团又算得了什么？众所周知，刘总才是这个。那有什么用？我爹在刘老板面前不过是说得上话，勉强混了个脸熟而已。你这隔了一层皮的女婿又算得了什么？我听说刘老板的女儿不是换过心脏吗？现在他的女儿心脏出现了排异反应。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副总，据调查结果显示，刘富贵的女儿是在刘氏集团旗下的心脏医院做的心脏移植手术，捐献者是一位车祸意外死亡的女性。那个捐献者有什么疑点吗？该名女性出事故前两个月恰好去过刘氏集团举行的免费体检。抓住这条线，继续往下找。好一个巧合，当年若不是我妈妈当机立断跳下来，想必那个出意外死亡的捐献者就是刁秋雨。妈，你到底在哪儿？女儿好像……妈妈，我们就吃一碗面。妈妈不饿呀。来，吃吧。小心烫。啊！小心烫。小姐。你需要点什么？一碗阳春面。好，您稍等啊。阿姨，您怎么在这儿？你是？阿姨，我是叶灵沁，叶小姐。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阿姨，我可以坐这儿吗？可以，可以，坐，坐。阿姨，你也经常来这家面馆吗？以前来过。我小时候也经常来，当时我感觉这就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可是出国后好多年没有吃到了。是啊，这家阳春面馆开了20多年了。您的阳春面要葱花吗？不要。又挑食，小孩子不可以挑食。妈，又挑食，小孩子不可以挑食。妈，叶小姐，您刚才叫我什么？啊，没什么，阿姨，您刚刚让我想起来我妈妈了。以前她就是因为我挑食，她才老训我。又挑食。小孩子不可以挑食，当时妈妈肯定烦死我了。怎么会？你可是她女儿啊。是啊，但是我好多年没有见到她了，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到底怎么样。你妈妈，她一定很想，我也很想她。枯叶落雪片翻起，岁月凉薄，花都死了，辛苦着陷入漫漫长城。阿娇，你在哪？一望火急的入海深处，平凡背影淡薄了轮廓。小女今日病情有所好转，多亏你们陶家呀，今天我敬你们父子二人。刘老板，您这么说我们担待不起，能给刘小姐输血是那个女人的荣幸，荣幸啊。我刘某人也是讲道义的，可在座的各位都是生意人。你们想要我刘家城东的生意，
只是区区几百毫升血，可换不了。刘老板，那您的意思是？先坐下说吧，坐下说。哎呀，现在小姐的心脏移植手术是成功了，但是现在的排异反应很严重啊。只要刘小姐需要，我们随叫随到，绝不推辞。啊，对对，只要刘小姐不嫌弃我那婆娘年老体弱，她的心脏随时献上，随时献上啊。头老弟果然是豪爽之人。那咱们城东的生意您说了算都行。还不赶紧敬刘老板一杯。来来来，刘老板。刘五爷大气啊。不是大侄女儿，看你不开心的样子，这是怎么了？刘伯伯，你不知道，侄女前段时间闯了祸，惹了展瑞集团那位刚回国的副总裁，怕耽误自家生意，心里出得紧。哦、回来，青青，这种事情怎么好麻烦刘老板？哎，小孩子，小孩子。不过呀，那个丫头是叶家十几年前收养的一个姑娘，算个屁！你要是心存芥蒂，叔叔给你收拾他。十年前收养的养女，刁秋雨也是十年前失踪。喜鹊，赶紧谢谢刘伯伯。刘伯伯，那我敬你一杯。好好好好好好，来。你这种乡下的女人，活在烂泥里才是你的宿命。你这是要死吗？也曾迷茫，不知前路方向。没事吧？对不起啊。真心的。我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在煎熬，脑子里都是我失去的东西。自从你回国之后，你的状态就非常不对。我知道你的心情，但是你也不能不照顾自己的身体啊！你再这样折磨自己，没找到你母亲，自己就先倒下了。我恨自己，恨自己的无知，恨自己的无能。明明我现在什么都有了，却对这件事情仍然束手无策。叶凌晨，这种感觉你永远都不会懂的。我懂。你知道展瑞集团是我父母创立的吧？那天是我十岁的生日，他们还在集团工作，我闹着要他们陪我出去玩，结果在回家接我的路上，他们遭遇车祸。他们遭遇车祸，从那天起，我也失去了最爱我的人。我名义上是展瑞的继承人，实际我就是个孤儿。对不起，我不知道。阿刁，其实你也能察觉我在展瑞集团尴尬的处境吧？自从我父母离开后，展瑞集团就一直交给我叔叔打理。这十几年里，我们叔侄关系十分紧张。他表面上不说，其实我知道，他非常恨我害死了自己的父母。凌晨，曾经的意外不是你的错，而且我是你叔叔的义女。你把这种隐秘的事情告诉我，你不怕对你有影响吗？其实这些道理你都懂，现在这样的局面都不怪你。如果伯母知道，也不会希望你被困死在旧日的仇恨中。请你放过刁秋雨，也请你给叶林沁一个重生的机会，好吗？
凌晨我。什么？我们的货物被刘氏集团扣押了？什么？我们的货物被刘氏集团扣押了？一个乡下来的小土妞，以为穿上一身西装，披上夜市的虎皮，就能晋升上流社会？臭虫就是臭虫，一个叶家的养女，怎么也改变不了一个爹妈都死了的孤儿。被说中了，心虚了。所谓叶家的养女，不过是叶大少的垫脚料，磨刀石罢了。刘氏扣押了展瑞集团的货物，我可以认为是你们刘氏正式向叶氏宣战了。宣战又如何？你一个叶家的养女，难道还能代表叶家的颜面？我既然能当上展瑞集团的副总，那自然就有能力掌舵叶氏。倒是你拿不上台面的东西。能力？你有什么能力？十年前连自己的妈妈都保护过，眼睁睁地看着最爱自己的母亲死在自己的面前，爽吗？七千，你没事吧？两个蠢货，一上来就胡言乱语。你们这么冒犯我，凭什么觉得可以承担这样的责任？好一个嘴欠牙利的东西啊！哼，你不就是叶振华收养的一条可怜虫吗？得罪你又怎么样？刘富贵，你凭什么认为你能把我从叶氏集团的底下？你凭什么认为你能把我从叶氏集团的地盘上带走？你要是叶振华亲生闺女，我倒要寻思一样。你一个不知道用处和来历的养女，算得了什么？展瑞集团不可能因为你跟我作对。谢谢刘伯伯帮我们出气。希望你们说到做到，我刘五爷可不是吃素的。刘五爷，您就放心吧，刘小姐的心脏和血我们都安排好了。心脏？你们又想怎么样？哟，叶灵气，从你一出现开始针对我的时候，看我的眼神不像刚认识那么简单，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我认识的一个故人。不见棺材不落泪，兄弟们。准备开始吧。住手！我看谁敢动我！刘富贵，你要跟我叶家不死不休吗？哪里哪里，叶公子，我瞧你是误会了。其实啊，我这是在为你扫清障碍，只要你闭闭眼，一切都会过去。这样，叶氏就是你一个人的叶氏。叶振华收养他，不就是为了跟你夺权吗？你想想。该死，我怎么了？等一下。叶凌晨的脸居然这么好看，不对，我在想什么？你看着就不对，是不是刚刚受什么伤了？我带你去医院。啊，我没事，凌晨，我休息一下就好了。你知道你确诊了，可别担心。你今天做了那么大的出现，你要是不想去医院，就别走。我看你是搞错了，叶灵庆从来不是我的障碍。他是我的家人。这不可能，你怎么会保护他？叶总，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你们是高看自己了，我叶凌晨的人不是你们可以随便欺负的。叶公子，今天是我冒犯了叶家人，不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找我刘某，绝对能够办到啊。今天的事儿啊，是刘某失礼了，
阿刁，阿刁，你没事吧？我没事。我的那首歌，更成就了你的一样生动打散。刘伯伯，你可是刘五爷，就这么算了，多憋屈啊！我出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滚！都说叶家大少冷若冰霜，生人勿近我。没事吧？可他似乎总是在为我解围，在我最需要的时刻出现。难道他就这样陪了我一晚？难道？他是喜欢我。该死！琪琪，你咋了？我找人调查到，叶灵沁就是叶振华十年前收养的养女，收养地点就在陶家村。陶晚生，你想到了什么？你是说，叶灵沁就是当年的刁秋雨？这不可能！陶晚生，你用你那猪脑子想想，不是他，还能有谁？佳琪，如果真的是他的话，那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该怎么办？我觉得叶大少爷好像还挺喜欢他的。陶晚生，你怕什么？不过是一个逗趣的玩具吧。再说，现在的展瑞又不是叶凌晨说了算，刁秋雨。你不会放，让他失去所有人对他的信任。叶公子，叶小姐，今天刘某人宴请二位，是为了消除我们两家的矛盾。还有，我这陆家大侄女，给你们赔个礼，道个歉吧。刘总。你们的歉意我们接收到了。叶少，叶小姐，之前冒犯到了你们，是我不懂事，还望你们大人有大量。来，我敬你。来，喝一杯。不好意思，我先失陪一下。痛快。什么下药？可以，现在可以过来了。这就是我的阿刁吗？要不要和他相认？可万一陶家再借此害他怎么办？阿姨，你为什么要帮我？这样做会对你有影响吗？因为你是我的。阿姨，您说什么？没什么，总之你一定要处处小心。我还有事，先走了。这个阿姨为什么要这样帮我？她可信吗？你看起来不太舒服。我只是头晕而已。那我帮您按摩一下吧，也许会好些。你是谁？我是琪琪啊，叶少，你忘了吗？我们之前见过的。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因为我喜欢你呀，叶少，而且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更深的关系。更深的关系？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成为彼此的秘密。我会帮你干掉刁秋雨那个小贱人，帮你夺回展瑞集团。刁秋雨，他。
他是谁？他怎么了？刁秋雨就是您家那位养女了，你都不知道她曾经有多卑微，多……啊？是吗？当然了，她小时候死了爹，又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我们经常捉弄她，让她哭得像条狗。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觉得好玩吗？我们只是让他认清自己的位置吧。哼，不说他了。夜少，长夜漫漫，我们总该做点快乐的事情。你还知道什么？他妈妈在哪？本来还想继续演下去，你实在太恶毒了。恶毒的令人反胃，告诉你，阿刁不是你随意可以欺负，有我在，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你没事，套你的话而已。你以为只有你会手段吗？告诉你，阿刁的身世我知道的一清二楚，一定不会得逞。叶小姐，是不是我刘某人招待不周啊？你穿成这样，是准备去哪儿啊？刁秋雨啊，刁秋雨，没想到这么多年了你还活着。真是老天爷眷顾我呀！让我那美丽的女儿的心脏有着落了。你就不怕遭报应吗？报应？只要我的静儿还活着，我才不管什么叫报应呢。你女儿要是知道她的生命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你觉得她会幸福吗？这样的生命有意义吗？闭嘴，你这个臭丫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讨论生命的意义？行。住手！你没事吧？刘富贵，你这是在犯罪！本来想把你吃开，现在看来没有办法了，叶少。难道你忍心拒绝一个想救女儿父亲的心吗，叶少？这不是你掠夺别人生命的借口。你女儿的病需要一个合法的捐献者，你知道。我等不了那么久，叶少，我愿以我刘家股份的三成来换取这个不值钱丫头的命。刘氏集团的三成股份岂不是要上百亿？上百亿，他还会选我吗？叶少，你就多加考虑考虑。他不是筹码，更不是工具养女，她是我叶家的珍宝，千金不换。叶凌晨，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除了妈妈，这个世界上会这样坚定地选择我的人，只有你了。她是我叶家的珍宝，千金不换。五成，五成。不能再多了，叶凌晨，你要适可而止。阿刁，走。等等，我要见陆佳琪。好。陆佳琪，告诉我，我妈在哪儿？她还活着是不是？告诉我她在哪儿？告诉我。刁秋雨，你们别白费心机了。他早就死了，你撒谎！阿刁妹妹，我知道你在为咱妈的事情难过，但是琪琪她毕竟是你的嫂子呀。你倒是对她一往情深，
他今天想要勾引我的事儿，难道你不知情？夜少，长夜漫漫，我们总该做点快乐的事情。陆佳琪，你竟然给我戴帽子！是又怎么样？还不是怪你不行！够了，要撒野给老子滚出去藏！你们两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永远从我面前消失！叶小姐，你想问的问题问完了，得到的答案你们还满意吗？阿刁，走，这里没有我们想要的答案。他在骗我，对不对？他说的不是真的，我妈妈一定在世界上某个角落活得好好的，是不是？阿刁，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无论他在哪里，是生是死，他都希望你能好好坚强地活下去。我做不到。凌晨，你知道吗？从小到大，我的梦想就是带我妈妈逃离出那个家。可是我现在逃出来了，我妈妈却不在乎。阿刁，其实你不用独自面对一切的，我会陪着你一直。为什么？因为我喜欢你。臭娘们，贱人，我打死你！妈的，你个贱人，我的事业，我儿子的前途都他妈被你给毁了！今天老子不打死你！爸，够了，别打了，爸！松开，小兔崽子，你是皮硬了是吧？管教这个臭娘们，还轮不到你来管！爸，你冷静一点。爸，他现在是我们的筹码，岳培林是我唯一翻身的机会，爸。爸，您怎么回来了？怎么，爸爸回来你不欢迎啊？你回来以后的所有事情啊，爸爸都知道了。阿刁，爸爸不同意你和凌晨走得太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凌晨他应该迎娶门当户对的千金，你不该为了一己私欲而毁了他的前途。可是爸，我相信叶灵沁这三个字比任何一个名流世家都能给叶家和展锐集团带来更大的利益，您知道我的能力不是吗？你是爸爸的乖女儿，爸爸也相信你的能力，但是你不想知道你母亲的下落吗？你有我母亲的下落？当然。您的意思是让我用凌晨来交换母亲的下落，我可以这样理解吗？爸，好，我如您所愿，叶先生。阿刁。阿刁，阿刁，你干嘛？阿刁，这么着急叫我来，却不理我。凌晨，我们以后不要再联系了。你怎么了？说什么胡话呢？我是说我们不合适，叶大少爷，你能找到比我更好的。除了你，我谁都不要。阿刁，昨晚你明明……昨晚什么？叶少爷，你别天真了好吗？不行，你在骗我对不对？你不用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为什么还要纠缠在一起？阿刁，我知道你有苦衷，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相信我。面对什么？你能改变什么？你的身体，你的家里，
这些都是我无法融入的现实。而我只不过是你叶家的养女。这些我都不在乎，我只在乎叶家。对不起。我不会放弃的，无论多么困难，我等你。抽死你！琪琪，琪琪已经安排好了，准备坐等刁秋雨上钩了。雨佩，你还真是个宝贝，有了你，我就不信刁秋雨不乖乖上钩送死。好就好在，他们两人能互相牵绊。叶凌晨，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知道，我愿意放弃叶家的继承权，只为了跟阿刁在一起。为了阿刁，你愿意放弃展瑞集团的继承权？没错，叔叔，这么多年了，展瑞集团都是您的功劳。如果您还为了当年那件事责怪我，这也算对我的惩罚。你真的以为我是在跟你争权？那场意外，你失去了父母，我也失去了哥哥，我唯一的血脉亲人只有你。当年我太年幼，没有保护好我的父母，所以我现在更不想错过我爱的人。我选择阿刁是绝对不会轻易放手的，只有跟阿刁在一起才是安宁的。叶凌晨，我希望你不要后悔你今日的选择，我也不算愧对你的父母。您答应了。喂，什么？阿刁出事了？阿刁，阿刁怎么了？是怎么？那就上演一场感人心灵的好戏吧。刁秋雨，阿刁，好久不见，你不是一直在找你那个贱人老妈吗？她现在就在你面前，你看不见吗？来呀，别动。那就来一场感人的母女相认吧。哦，想起来了，他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是阿刁，他不是阿刁，我不认识他，他不是阿刁。你不认识，你不认识，你不认识，再不说他。我是阿刁，我是阿刁，我是阿刁，阿刁。阿刁，你既然早有预感，为什么还要孤身涉险？快，备车！等等，你们两个分别安排人去陶家以及刘富贵家里，看有什么可疑之处。是。没想到你这个小贱人也有闲云翻身的这一天。既然是这样，那就上演一场
感人涕零的好戏吧，镖秋雨。阿刁，是女儿不好，见了您这么多面，我都没有认出，让您在陆佳琪的手下吃了那么多苦，没事。妈没事，只要坚持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妈。阿刁，你说的对，老天让我们出生，我们都要好好活着，好好活着。好感动啊！好一个母女情深。现在，你二位理解我刘某人爱女心切了吧？啊！是你，你一个女人愚蠢，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为什么？他，我身上流出的血，对我来说价值连城，包括你身上的血也一样一样的。你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因为你的漂亮女儿，我的女儿有一个坏心脏，只有你的女儿匹配我的女儿，完美的匹配。不过你也不用灰心，你可以做一个备胎。刘老板，你要挖挖我的心脏，你不要碰我女儿的，我女儿还那么年轻，她还那么年轻，这么年轻。我的女儿也那么年轻，年轻不好吗？那心脏健康，充满活力。我的女儿有救了，对，年轻，年轻的心脏结实。我要的是年轻。不要，你全成全我吧。走，还不动手？我不要。你去找人调监控。放了我妈，我就配合你们，把我的心脏给你们。阿刁，不要！给我闭嘴！那个瞎老娘根本就没有跟我谈条件的资格，给我带走！不要！住手！我以为是谁啊，在这英雄救美，原来是叶家小子呀！三番五次换我好事，给我弄死他！不对，赶紧找机会，赶紧跑！阿刁，赶紧找机会，赶紧跑！刘富贵，恶行到此为止。妈，没事，没事。妈，叔叔，谢谢你。之前的事是我做错了，如果你们愿意，我给你们证婚。我们怎么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
所有的计划都失败了。应该是这样，那个乡下土妞凭什么压我一头？我们两个没用的废物，自食恶果，还有什么好埋怨的？你看看你们俩做的好事儿，把我们陶家的脸都给丢尽了。奶奶，您闭嘴吧！如果当初不是因为您苛待妈妈，我们怎么会闹到现在这样？小兔崽子还敢跟奶奶顶嘴，看我不打死你！给我打！干嘛呀，爸？兔崽子，爸，你干嘛呀，爸？喂！别打了！打死！看，这不是陶大志吗？听说在城里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儿子儿媳妇都进去了。哦，他家一家子不是好东西，都是狗咬狗，上梁不正下梁歪。好好的一家子被他搞成这样子，真是活该。哎呦，这人咋这么坏呢？真是。阿雕，恭喜你啊。恭喜。恭喜我什么？嗯，恭喜你。你和你妈妈团聚了。我们在这里站了一个多小时，你一句话都没说，所以你想跟我说的不只是这些吧？我是想说，今天风太大了。如果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哎，嫁给我吧。如果我现在说我愿意的话，是不是就听不到你精心的表白了？阿雕，在这个世界上，两个人能相遇并且能一起相伴余生，仅有 0.00487% 的概率，而我遇到你却是 100%。 我只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为你撑起一片晴空。嗯，打住，不要再撑级数了。打住，不要再撑级数了。嗯，你愿意？我愿意。Play the song for days.Wandering in a haze, soundtrack turned up all the way. 对了，嗯，以后不论生老病死，贫穷富贵，你怎么还有台词啊？阿雕，我现在又开心又紧张，下了这么多年终于又能看见了。不要着急，睁开眼，慢慢来。好嘞，医生。你们是谁？阿姨好，我是叶凌晨。我的阿雕呢？我的阿雕呢？我的阿雕呢？妈，我终于找到你了，你的阿雕回来了，能够再见到你真好。等我挣了钱，我就回来把你接走，我们以后就不用过这种日子了。我女儿是大学生，她不能跪，我来办。女儿不孝，害你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与折磨。阿姨，您没事吧？这十几年阿雕日盼夜盼，就是盼着有一天
能够再见到妈妈，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心愿。我是阿丁，阿丁，姚秋雨，给脸不要脸的贱货，你以为我是局里的东西啊？要书是吗？捡啊捡啊，想上大学啊？想着吧你。这个死地的拖油瓶就应该活在泥潭里。这破袋子里装的是什么？还给我！好啊，你敢偷我家的蛋，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不要，这是我跟我妈妈不顺心的。你那个贱人妈也配？家里的一切都是我的，你和你妈不过就是寄人篱下的赔钱货。敢跟我抢东西，拖油瓶，是你们！伺候好哥哥，哥哥想忍个蛋吃。我嚎弄你妈也听不到。回娘馆的小小朋友，认命吧，拖油瓶。我不是拖油瓶。我是你，打人了！滚！你们都滚！疯子，疯子！别给我跑，追他！你没事吧？哎，小子，撞到人了，得赔钱。吴叔，别说这姑娘没碰了车，就算真有什么，也不是你们这种阿猫阿狗能讹钱的。想讹钱也不打听的，我们少爷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欺负的吗？没看错的话，他身上的伤应该是你们弄出来的吧？给联防大队打电话。是。抱歉，刚刚车吓到你了，你看需要什么补偿？孙子，多吃一点啊！来，好奶奶，来吃一个大鸡腿。哎，真香啊！多吃点啊！你这个狐狸精，你也敢吃我的饭？地上这个才是给你吃的，还不捡起来吃了？要是浪费粮食，以后你就别吃饭了。地上的垃圾你也吃啊？村里的狗都比你有尊严。对了，奶奶，前两天我还看到他偷家里的钱去买鸡蛋，被我撞个正着。这个小畜生竟敢偷钱，看我不打死你！我打死你！打死你！住手！打死你！妈，阿婷又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大一个小姑娘，还不是你这个败家娘们儿，叫耍贼偷我家的钱买鸡蛋，我打死他都是应该的。我没有偷钱。阿娇不可能做这种事。哎呀，我老太婆命苦啊，我儿子摊上这么个媳妇儿啊，还带个拖油瓶，吃我的喝我的，还说是这个小丫头片子偷我的钱呢。没有偷钱，我的鸡蛋是给王姐劈柴割草换来的。是有这么回事啊？晚上他奶，你可不要冤枉阿娇。就是，我的孙女媳妇被你糟蹋成什么样了？哎呀，爸，你怎么了？儿子，就你看上的这个婆娘带来的小野种，她偷我的钱，她还不承认，这是要逼死老娘啊！什么？欺负我吗？